心有清啊，一点灵气啊，我只有停落来，先天啊的本性，这是出窍。咱照着观心啊，观住，这是在世啊，咱的心啊，明光气暗啊。是以正法入灵性啊，心明啊，自然定下来。这拢是通灵的天界，无形啊，清净的原心啊，都着现世天理。咱只有转到清净的圣意啊。灵伊诶本性出现啊，咱诶心情，这是对着先天性掠定在世诶心意啊，回到母牛诶灵性，咱只有顺加天性啊。是咱稳定这个灵气，转回啊心灵的天性啊，有落现世性，转到清净的天意啊，心灵清加落灵性，教咱真理。通天顶，灵有主的灵气啊，回到清净这条心，这是咱灵源的灵气，转伫咱这个顺的心定啦，有咱显露是天意，清净啊。是无性，这点原始的天性，是咱顺家一条心，阿婆啊爱咱现啊，这么静，是以晴天这点心，拍通咱归元啊这条灵。母啊，爱咱现啊，一条心气。咱再来讲着通灵啊，恢复正，这是母啊的天性，顺落来啊，这么啊清净。有咱观天这条灵性，咱转回啊，清净的本性。拢是安住的心性，咱掠定显性。你有这么清楚的天界，我再来显露有稳的自在啦。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出着通天心清。灵源有落定天理，采用着清净无原心，行回正理的道，恢复天元一条心，是咱安住这间气，无形的天性，转达咱的心。安静啊，拢是出现咱的天界，和咱定法自然心，这是传法的天性。今末来讲到这么稳定啊，先开则是灵气，行过通灵的
信义啊，有咱母娘这点心，咱倒转啊，献的情，是咱孙家一条心，显露啊，咱的灵气，转着清净啊，则是路性，这是咱无形的法界。直通咱的正缘自在，恢复一天性，生命啊落地稳定，这是晴天的原性。爱咱转的这么啊清明啊，是咱恢复天元性。爱咱有这么啊静的心气啊，这是咱行回通灵的天理，恢复清净无心，现在灵源这个天界，这是咱见无顺界心如家，是咱今嘛代表天性。咱归母娘啊，这个本性，这就是咱的天之派。再说，咱要讲开这条灵源，无啊，伊的定性，是要让咱这个心啊，归这么清，总是顺着母娘的心，咱。一渐倒转来原体归元，是咱自在这条灵性，要来讲到这么稳定，这是咱见母的灵源心，才出到先天无性来，恢复这条灵性，只有开源。母娘的心意啊，上苍的天性，见咱孙家的天，母啊有归元这条灵性，打通咱的清净，这是咱的无形落定落来，是咱与真元这点气。一通清净，咱的心有咱一条正天命，咱再来讲顺家的心意，是以清楚这点心来讲到定法，这么啊正，无形的灵源。是咱自在这个心啊，会清净的了。这世人，咱只有以静反观啊，咱即马即阵，咱的心啊，会灵根，拢是依住这个灵性，对着咱的心啊，这么啊清净。无形也法界，只有清净自然心，灵也本意，只有显明落界心。咱爱是自然的心，看咱家己即尊心明，落地安定，这个天意。出现落定咱的心性，这是顺家的灵气，一个清净的心性，无形爱咱有明，你这点气只有通心，是咱行回通灵的天理，点咱清楚这条心。上苍爱咱
恢复经，这是咱主要的路线。神啊，要归零，专单保娘啊，这条线啊，是咱这点灵气，世间要通的，只有家己念念，心为主，莫执着，直通咱的源头。最会起呀，咱前主是个圣书，这是咱随着天意，天公伯啊，予咱个机会啦。我以这点灵源的天界，只有用清楚前主是个脑神，灌满着咱原来这个金刚灵体的本性。顺着这么啊清的天界，我爱实现的家己的本意呀，是咱归元这条心，咱爱是清楚咱的脑神，因为一人心境无同啊，法门啊，你讲的都误差。有相差，今咱只有家己照入来，咱即马得到的信息，即阵啊，就是神的本能。咱爱是这个魂，咱所有讲的要归到咱的灵，灵只有天性的尔。今咱爱是整个的法界。发射着咱今嘛这条魂的灵体灵根，是咱行过的这点气，咱照着清净母娘啊这个心意，是咱有母啊这条心，我只有吹这么啊安静，处在原来。这个灵气，咱行入来清楚这个脑神，这是咱灵源的天理。阿母啊，予咱这么啊清楚，咱这个灵根带技术，这就是要保咱这个神的归宗，神的光亮，神要找出条通天路。归咱原来啊，迄、那个天体，真理有无的灵性，转咱清入净，即口气你若甲分，你就有一种对峙啊，无多归一啊，从精气神一时相通呢。咱为天顶落来，神气精嘛是少年呢，伊是安尼咧说，这就是一气化三清。咱的心啊，心灵啊，啊修甲拢清。你如果若是点离落去啊，你就是只争端啊，是咱。要来讲到完完全全，咱这个心啊，会清洁，会清净啊。咱不爱有留落任何疑问啊。啊，这个疑问就是咱的浊气落去啊，伊才会当生一挂无同的这种信号啊，这种团结啊，是咱顺着。这条灵性要来转觉到，显露是天发神，转露是归天命。阿母啊，要有这么顺的灵气啦，是咱顺着先天的神，母啊，伊的灵气只有点醒咱落界的性啊。
今日咱要归元嘛，救老母啊，这点真气嘛，所生化、所变成的，都着真理这个灵性，显露清界咱的本性。无形啊，伊是变化万千的啊，所以讲，咱观世音佛祖有千变万亿的化身啊。咱修持人卖执着，执着你就争端争论啊，拢是照的，万般咱拢是照的，哦，咱有这个心。心灵啊，就是要照着咱这性身活佛，咱这鬼神，咱这心悲心神，来做咱倒转来归灵庙啊，是咱一条青天的真气啦。今仔我是得心，转咱得通，先天啊回报。度咱有法这点心，爱咱气呀，通神，你才会当倒转来无原体，咱的金刚的本性，是咱一点正天的原形。金母也要带大咱的神呐、啊，你才我倒转来圆咱的真性，真性。本空啊，都会当讲是看你用途啦。你要用无常，还是用正常？这就是咱要讲的天理。咱在世间呐、啊，要对着你即马有缘分的，会当同相的，会当同行的，即个真心来展现啦。是咱一点清楚的天界啦，咱听的只有踏脚这个中心了呀，其他拢是附要的啦。安那讲，爱听踏脚，这个真心的指挥啦，你才我都前进啦。这就是咱要归六神的真主啦，真主。这是咱命令咱规身躯的啊，咱要安怎来行，安怎来选择啊？这是先天的本性啊。在咱个人的头壳内底，你就会当结成结晶啊。是咱这点灵气，要来行回通灵的信息啊。这点清楚。的天界，只有清净原来的阿母啊，一灵气，爱咱恢复先天神，这是灵源的天性，徛回正当咱的天性，无形一阵也清净，这是咱回到一灵气呀。真法则是天界，使咱清楚自在啦，是咱无形这条灵性，行回通灵啊，咱的本性，这是咱恢复正法正理，参咱灵源这条心意呀、啊，无爱咱。是个人的志气，一个人而已。今天的心志就是修道啊，修道就是现功啊，原形啊。这就是咱要讲破，咱这个心的重要性质啦。现在有稳定天性。参咱归元无心，有咱这条正天的灵气。
金母啊，行咱则是这么顺势啦。上苍的天性，神明啊，讲会清，对着原来这条灵气，引导咱顺母这尊神明，这是咱现的这条心，爱咱对现无异，是咱清楚这点气，来回到清净这么顺序，无形伊的天界，咱有一点正法心，请用啊，咱一世人恢复，这是灵性，拍通啊，这是现清，拢是一点灵气，爱咱回上天神，你有这么稳的天界。我再来行清净自在落来，这是灵源的灵性出窍啊！出窍就是咱即马这个神爬起头壳顶这个耳孔，通通通，通内底通神，是咱这个精气神神啊，有这个力出光啊，天是光的嘛。这就是咱要回，回到咱这个心，我以静啊，这个心造灵感啊，造这个觉性啊，咱今仔是要降哦，要领会先天的原性啊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界，无形啊，回定咱的本性。上苍这点灵气，爱咱出源这么啊顺序，灵有现世界，行的有最主的心，这是咱清净的天性。啊，无形界啊，这么啊稳定，是咱随着通天一光去。我爱进入就通灵的本性质，先道是天法界，行回这是通天的神。我有一点灵源的天地，拍通咱在世间一天去，是咱恢复先天命。我造元天母娘的心。拢是顺着天性，神明啊，来讲甲这尼啊清净，恢复这条灵魂，母啊有稳这条心气，这是对咱的天性，开源呐、啊，恢出着天神，上苍咱的本意。接触到灵界这条圣意呀，今日只有用到上神圣的特殊特性的，就讲超过一般啦。哦，咱爱是突破感嘛，这就是要讲到咱的灵源。阿婆啊，照你呀，心在转，有我。恢复天意，转到灵源啊，顺势，这是咱一个元天的灵性。一通啊，我这个心明明明，无暗。你若明就未乱想啊，啊你若明甲暗，就冲突啦，冲突就疑猜，就疑问。有问题，是咱要来讲到通灵这个奥妙。因为咱爱是要行的，过这个根，倒转的这个本，
这才是咱的宗旨。今日这个坚定的条，你这个心呐、啊，再一直爬起天，这是配合的。单独的啊，绝对袂法度成群呐、啊，是咱一点灵气。要来讲到现世的心，转到青天路上，爱咱开源本性，照着现世的天意，咱只有行出道灵的法性，是咱见无啊这条心，我才当现这样正。随着正觉这个灵气，咱行的是清家己，依然无缘这条灵性，开源转回来这尊神，伊的明光，伊的明丽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，一粒啊完全的圣意啊。神是带圣旨的，这个力啊，你才会当依正义、正心端正，来照着使命，积极如力量。这就是咱回到这个天界，神啊接旨，这个正心啊，显然有路顺天神。转眼道家现世情，是咱这点灵啊，咱一定要归元这个天界，无啊，爱咱有这样明啊，心啊清甲咱的原因啊，这就是要点起咱个人这条魂，会当向着咱的原来。今日是三魂，天顶有青魂甲乌魂，这就是咱要讲的灵性，兑现呐咱的本性，灵源伊的灵气，咱只有行清净的心，恢复是咱的天界，稳定是咱的心路啊。现咱本源顺天意，恢复正法道心，咱有这么清的天界，只有看回啊，咱的心，我有无形相，看无物件，咱只有用心嘛、啊、来看，最主要的咱的心嘛、啊，你爱找有。咱现主是的中主，啊，这就是心为中啊。这才会当讲，咱不爱看心啦，会放心。最主要这些，就是咱的心灵，咱的心要宁静啦。这是咱传法，这个天理，顺着个人呐、啊，这个心意，到了。清净这个天界，显露清体这个自在，合作会则是咱的天性，甲咱转的啊天性，这点有纯的灵性，咱爱加入来，则是天意，得到正法的灵性。归咱清净无心，有咱这点灵源的天，阿母也嫌我这么啊顺的气啦，是咱顺着通天的使命，带咱的元灵啊合成，是伊清净的天界，阿母也在讲。这是顺界神来，这是出现的灵性。
咱归着真缘这条天命，母啊爱咱有真稳这条心，献个这尼啊精母娘的圣意，带有咱灵智，就是灵根。今仔日我要照母娘的指示，照母娘啊，甲我牵绳，要来走向先天这条神啊！这就是咱的命格，一生啊，咱找到母啊，这尊神啊，安尼咱才会当得个人的心安，是咱恢复天意啊，这条灵性，咱只有得通无形界这个母心啊，天元是灵气。掠定这世人，则是通灵。我有这点灵源的天性，来找到正法这个天理。灵有无性，拍通咱一条清净。恢复则是天意，道灵则是顺势。这是咱青天的灵。回到个人的心境，是咱以清法一条心来回到这么稳的本心，到了正天的灵气，咱回到出家这尊神明，上冲伊的天界，只有打通咱回母啊的心。这是顺家的天，阿母啊爱咱行的这么啊顺势，前路是正法神，开元有母啊的灵，我有这么啊清的天界，恢复正元路性，这点则是咱的天元本意，是咱。归元这个灵性，一天起呀，发射着天神。我也有这么啊稳固的心性，咱再来归着本源神，照着通灵的天界，我只有进入着瞬间现在，真理的灵气，取着瞬间。这尊神明，我爱有花这条心，这是咱顺界天性，根本啊爱咱行的通灵，我过着这么啊清楚的灵气，进入着修通这个天性，上冲伊的天灵，普咱。安定的心性，我有这么稳的天理，再来找出着先天这尊神，这是咱的灵源天理，要转达着心灵的元气，有咱恢复正决心，我走金宝啊，这么稳定，这是。天路的灵性，转过着心，这么安静，是咱无形正法心来打通瞬间天意，灵魂有这么稳，这是咱瞬间天性，根本啊，予咱这么清净，法啊！是咱这条灵魂，母啊爱咱清楚这条圣意啊，咱只有讲天界恢复到清净搁清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，咱明搁明，一句我三清，三清是相共的啊，所以讲今仔日咱咧讲的是天性。
清掉咱的心中，恢复咱原来这个母啊，母啊就是精气啊，拢是正法路线。咱要求的啊，就是爱恢复原来的本样。这就是咱要讲破世间啊，你要依脉修炼见证，入到咱即马这个五行啊，是咱行过一点灵气，咱才有这么清楚个人的修养。这就是养到咱这个心发达到金木这个之灵，堕落正天一条灵性，开发咱个人的心灵。无啊，爱乎咱这个情境，写出着咱即马这个精气，人生着发界，这就是咱的出现，咱的灵魂，咱的本性质开心呢，得到正天的灵源。啊，无啊，搁转，这是咱的心团。你有这样啊纯的灵性，咱只有回到咱的天命。我有无啊一点滴，咱再来行清澈的圣意啊，随着天元的真相，咱兑现呐，这是天命。我有顺加这条心，咱再来去清净的本性，无形也灵性，只有来讲着通天稳定。是咱有无现世心，转咱这样啊稳固，因为咱稳固，这个根就是要恢复本啊，啊，这有法度根本啊。这个根就是在世间后天啊，咱要倒转来交差，就是这个本先天啊。这就是咱要攻破咱的天界啊，心明要学的。咱咧讲的真灵现世啦，拢是看来看去，世间讲的做精，精若饱会当练气，气会当化神。这个神物体顶落来，爱用气，爱靠咱人的精，就是体力。咱人这个肉体若歹，神若要活困难。你也看有诶无，身躯若缺点诶无，心脉活，但是要叫伊爬起来托个床有无，较困难啊。只是用心，用咱所讲诶这个呼吸，你讲诶话代表尔尔，耳朵未叮当啊。这就是咱要讲破，神诶显搁显啊，深搁深啊。变化搁变化，万万千足济足济，就对。是咱要来讲到这点灵气，今日这个主题呀、啊，哦，咱这个身躯拢好好，当然来做气呀、啊，就是讲来学啦、修行啦。做气甲做机无同，做机你一定啊练甲拢成啊，熟啊。阿弥陀佛都代表神啊，开口神的动作，这是咱咧讲的天性啦、啊。要结合着两相转，有动静合啊，是咱一点灵气。要来讲到这个活动的范围，细甲大呢呢，从这个心嘛，会当九入来真细，嘛会当现开真大。所以咱尽在着这个心，这就是咱要讲破。世间你这个心若无光啊，你若无练啊，也是散糊糊，心神啊无主，回国天意最主定，是咱顺家这个灵性修行，就是
惊你过金了呢？你即马定调调，咱咧有一定爱来我小欠，来我你若拢明白啊，你才定你这个心，射出着这个光，神啊，元神啊，再来找着咱现主时要做的工课，就是使命、天命。是咱一点灵气，世间要行，一定爱搬来搬去，演来演去，各角色，你的演化，你的重要所派，是咱即马即个天官，阿母啊要教教你的完全，买淡薄的尔尔，这就是咱咧讲的上天神，灵元恢复正天地。杀到回来母娘的圣意，现在有母是天性，开源转路是天命，爱咱恢复敬你的心，是咱抵达这个灵性，归咱亲家这尊神，有咱恢复天元，母啊再来讲顺家咱的心。我有一条正天的本性，带有咱母娘也清净，发在天空回你地，心灵转开众天意，扑上灵家来做主，显露清净恢复心，是咱原始本意，是咱西方金母心。得到青天发心，落来顺母安住，天元照你现世面，转到青界这条心，共勉天意灵主，开元定家先天神，灵有自然恢复命，教咱转的气中心。无形恢复出天界，做主清净归元神，这是母啊的灵气，现在咱的心族归天，落地青天真相，拍通原形做主定，拢是主定这个天，阿母啊来行有法的心。你有正法通天灵，我再来学着母娘啊的心，这是咱直通母囝合一。母娘要牵囝，当然是真心的啊，但是爱看这个囝心嘛。囝你有要成母啊，这个本领无？这就是咱今仔咧找啊。咱要安怎来结合啊？愿的愿啊，母娘愿甲你嫁，啊你愿要母娘嫁无？世间就是安尼歹多，母娘要甲你嫁，啊你不要嫁，安尼就无法度结合啊。今仔日咱只有照天意，我唔敢逆天，嘛唔敢逆母啊，这是代号啊。是咱恢复天元这点性，要来讲就顺家咱的天命，真法是咱的天性，开元转路啊是咱的本性啦。恢复天元这点气，爱咱顺家这样的温馨，这是清楚的天界。母娘啊，给我这条心，我才有这么静，这是咱道家根本啊传达咱的天性，恢复一条正法的灵性，我只有转咱清净，上苍的天界扑咱这么稳心来，是咱一条正法心，开源转到显一境，对着顺家
咱的灵性，今日只有讲天界，恢复正理原来。你有这么轻一点性，这是咱的自然心嘛？无爱咱家己有一个自主力啦，发射你入去就发射，唔免阁等其他的力量来甲咱扶啊，来甲咱带啊。这就是平常时的训练。你这个心有专注无？是咱爱安尼做。今仔只有修正咱家己的心念念念，咱对着无形界，只有以尽忠孝顺，这就是咱要听。老母啊，老母啊，就是天啊，咱要顺天安尼做啊。今仔母娘的交代，咱要照安尼做好完成啊，唔敢误差，唔敢讲无负师尊。这就是尽忠啊，为道母啊，为天师啊，又话母娘啊，安尼母娘伊才会当认咱这个囝，信这个囝的宗旨啊，是安尼苦我啦。咱做人啊，都爱认分，卖计较，是咱自在的这条心。现咱有落正天神，比较落有无修行人满山平，因那会当无适当的行为有无？啊，搁这么好过有无？啊，讲甲叮叮当当有，未当抱着安尼啦。哦，这拢无专门啦。今咱爱是专重，专重是啥？咱的心的发泄，做天公伯啊。这种大公司啊，当然咱来修，咱显主写性质啦，咱的戒律啦，因为天有天律，地有地规啊，这叫做规律啦。规律你就袂当扑扑跳啊，乌白想啊，是咱这个意会啦。要真正用心杀鸡排，回咱老母这条灵性，见天这种证明。这是咱心内底话啦，即阵神仆啊，神有这个光，伊才会当朝这条路倒转来恢复咱的元阳啊。啊，元阳是毋是万灵之庙？这就是咱要讲破嘛。今日这个心嘛，你若清就做神，做神了你要升神，升神你要归班。就是仙界啊，仙界要搁先做啊，咱是要会做咩啊？这就是咱灵魂的天性啦。世间要行，咱的心的清明、端正，欠咱一条灵气啊。最基啊，你若无精通啊，这个管道啊，拢是伫你的意识界了尔。你的元神无归位嘛？咱爱是元神复位啊！咱走啊都神通神啊，通这个虚空，一空通一空啊，无阻挡啊！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意啦。咱发射到天空，才会灵机啊！是咱注定这个灵性，神采光明。大道显明啊！这是瞬间，咱的天性电波卡入来，咱的脑神经通用啊，恢复天理则是灵性。电波因咱的气场发射着咱的正阳能量，这则是充满啊！天地间咱的温暖啊，天顶温暖天动啊！是咱徛会正天理，请用咱的心啊来修福修见，现咱青天啊有灵性，转咱顺家正正，得到青天的心意。阿婆来讲对现的灵，我有这条
清楚的天界，咱再来行回正觉自在，灵有一点心，咱带无娘一点意，只有开元见青天，灵元有主显露性，开元转倒转来先天性，无形伊个回定，这是咱见元一条心。现咱清净啊，这个天空，咱就是要倒转来天堂、天上、天宫啊，成本空啊，安尼哪有主座呢？内外呢？咱即马内外都合一啦、啊，啊你搁分内外有无？啊你都有两个义啊，啊两个义都争论啊，无法度停止啊，世间要去灭嘛，啊灭就是问题嘛。就是你这个脑神经有无？转未正中嘛，是咱要来找出路，直通直止咱的先天命，恢复天元的灵气。咱也是顺家，这个天性啊，天道伊是天命所派啊，啊天命。只是来讲到，咱人主是照道安尼行，所以讲咱的属性，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天理啊。要行倒转来，咱的本源神啊。所以讲，这个天道一派来，咱才有天命。啊，天命是伫咱即马这个心性的啊，咱家己即个种子啊，来显形，这是修炼的啦。但是咱要讲的是大道嘛，哦，啊，咱这个命爱顺道理来行，就是来行来做嘛。现在咱的青天本意，道灵啊，则是灵机。今日要讲的是天元这点性，做机你才会当讲话啊，你才有这个机体来演成啊，神的力量是无穷的。这就是大难啊，大任务啊，是咱一点灵气，要来讲破人生啊、人心啊这种关系，堕落天元一点性啊，你有经过啊，你就会认定，你若无这个电波来给你卡，你这个心啊，也是万灵的，无法度归一啦。所以讲，今日是万灵足快嘞，要倒转来十二个，咱的中心点，正入的到咱即马这点内底，这就是咱的天，这就是咱的性，这就是咱的真主。现咱这点灵气，我爱是顺倒转来显主时呀，照天来直接传话，这就是大母大天。你团斗啦，你中你五个孙啦，你拢照天意啊，照地母的关怀，直接成长。咱人才有这个成长的机会，你才会当照着年年四季八节、24气节，安尼来复活。地嘛是安尼五个啊，天当然是一顶一顶安尼复原的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理啊！咱的心要为主无，只有行正中尔啦。咱这个圣意，老母所派，咱最灵的工课，或者灵机。天元是灵性，开元转落是天命，机有几啊款嘛？今日我照着实际，老母阿咧讲的话，我一点都唔敢误差。啊，这就是咱的根本嘛。咱服完全嘛，母啊爱用伊个囝来承伊个业嘛，承担伊个业就对了。这就是咱要讲的天元灵性。一过去，咱来讲到天命，天公八经不是母娘的囝吗？所以讲，咱用咧讲，你就知影，咱人要做神，要成神，神要搁当真个升班。做地做王，这是一定啊！
敢像山地剥有无？这个皮要甲你剥甲，你这个树身有无？你再光啊！是咱用安尼来形容，天元本意道灵来，开元转嫁正神，恢复天灵本性，开元转咱脑中天灵，是咱的顶冠顶冠，是咱即马咧讲顶冠就是尖，尖嘛天山灵山，就是咧讲咱灵的心。迄只是这个意啊，你直接照伊安尼咧讲咧咧想咧咧。灵山就是灵心，因咱的心亲像山呢，啊山伊就不叮当啊。咱灵心啊亲像山无叮当有无？啊你就神啊，你就当做基啊，你就当化作灵庙啊，咧讲正理啊。足简单的问题，你唔通看伊，啊来解释啦。安尼超前足大个误差，这就是咱世间好命无共啊。灵山就是灵心，神啊就是心神，心神就是咱人的神，神就是咱人的天。所以讲，人天合一。人神合一，所以安尼你才会当塑造到你的这个心嘛，不要去学这些文字甲你卡咧啊！咱唔是买文字啦，是爱知影这个文字，伊咧甲你讲的是什么条路啦，什么条带啦，这就是咱要卡破，咱原来迄个元素，这才会当找到原来完全。是咱一条正理的线路，咱爱行是出家己的心，不爱卡掉的，拢是清净的天界，拢是理想，咱的本心，传来安稳是天意，回到正缘则是道心，打通道家则是清楚，开源转咱心定。